欢迎大家来到 Simple A Class 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就讲下呢条lower basic constant S two polynomial 呢条 equation 啦。咁呢个条系属于 lower basic cost on S two polynomial 嘅 page 14页。OK。咁呢条问题 A part 就系话 given 咗一条 identity 嚟话系咪？就话四嗰个括弧2y 减1加 A 就全等于 by 加1 OK。咁首先啊 ，remind 翻咁多位學生啦，就係話呢一個 identities 嘅公式唔可以就係話，譬如話呢個加 a 就抌嚟呢度 ，OK？ 又或者將呢個正一抌翻嚟 left hand side 得唔得？咁我哋要做翻乜嘢？首先就寫翻 left hand side 先啦 ，OK？ 然後就點啊？四二 y 減一加 a， 咁然後跟住我哋點啊？要包翻啲嘢入去得唔得？咁包入去啫嘛，就係四乘翻二 y。再減翻呢一個，加翻呢個四，再乘翻負一，得唔得？再加翻 a， 有冇問題？咁計完之後應該就八 y 減四加 a 啦 ，O 唔 OK？ 咁然後 right hand side 啊，我哋知道 right hand side 就咁一個咩 b y 加一係咪？咁然後跟住點啊？我哋 compare coefficient 係 compare 點 compare coefficient 啊？就跟翻話呢個 power y。同呢個 y 比係咪？咁我哋知道有一條公式就係點啊 ？b 就等於八 ，OK？ 咁然後跟住呢個正一同咩比啊？就係同呢個剩翻後邊嗰個值比咯，就係負四加 a 啊 ，O 唔 OK？ 咁然後跟住點咧？我哋就將呢度負四加 a 就加翻一，就等於一啦，就係負四加 a 就等於一。然後 a 就幾多啊？就係等於5啦。咁然後到呢度 b part 就係呢一個啦。OK， 咁就 y 減2再乘翻 y 加3就全等於 y square 減 a y 加 b 啦。咁我要揾咩啊 ？find a 同 b。OK， 咁然後首先做咩啊？見到呢個嘢喎，而家要咩啊？拆括號。咁點拆？就將 y 減2再乘翻 y， 再加翻咩啊？呢、这個 y 減2再乘翻3，呢個我哋而家做咩啊？就係 left hand side 啦 ，OK？ 咁 left hand side 記住喎，唔可以同 right hand side 互相調轉嗰個位喎，係咪啊？個 y 加3可唔可以除喺呢邊啊？係唔得嘅，記住喎。咁然後跟住點啊？喂，拆咗個括號之後點啊？乘翻啲嘢入去先啦，就是、y square 減2y， 再加翻咩啊？三 y， 跟住三乘負二幾多？就是、負6啦，得唔得？咁我見到跟住呢度點啊？再去 simplify 佢咯，就 y square 呢個負二加三係幾多啊？正一 ，OK， 再加 y 再減6，咁然後 right hand side 啦，咁我哋知道 y square 減 a y 加 b，OK，、okay? 咁然後 y square 對 y square 係咪啊？咁然後跟住負 a y 再對比 y 喎，係咪？咁然後呢度負 a 喎，咁我點樣令到呢個負 a？去變翻正 y 啊，咁 a 如果係咁樣咧，如果負 a y 就等於負再乘翻負一嘅 y， 咁咪即係等於正 y 啊 ，O 唔 OK？ 咁所以首先先知道咩啊 ？a 就等於一負一 ，O 唔 OK？ 咁然後 b 係咩啊？對比翻呢度喎 ，b 就對咩啊？負6啦，得唔得？咁然後嚟到呢 C part 呢條就係咩啊？二再乘翻 x 加三，再乘翻 x 減一，就全等於二 x square 加 a x 加 b。咁首先第一步又係啦，分翻 left hand side 先啦。咁然後跟住點啊？我哋抄翻呢個嘢同埋先。呢 x 減一嚟嘅 ，O 唔 OK？ 咁然後第一件事咩？如果呢度有啲單丁嘅嘢，係咪乘入去好啲啊？係啦，就係啫嘛，乘入去就變啊嘛，二 x 再加翻六，再乘翻咩 x 減一，係咪？咁而家有兩個括號喎，點做啊？拆括號咯，又係好似跟翻上一次 B part 呢個 step 咁樣 ，OK？ 咁即係點啊？做咗就係話呢一個二 x 加六再乘翻 x， 再加翻咩啊？二 x 加六再乘翻負一，得唔得？咁然後跟住乘翻入去就咩啊？二 x square 加翻六 x， 咁二乘負一係咩啊？負二 x 再乘翻負一咩啊？負二 x 咁 OK？ 再減翻二 x， 跟住六乘翻負一係咩啊？負六。
有冇問題？咁然後跟住再 simplify 佢啦，六 S 同二 S 啊嘛，係咪？呢啲同類項嚟嘛，我圈出嚟係咪？咁就變咗咩？二 S square 六減二咩啊？正四 X 減六 ，alright？ 咁然後再 compare 翻 right hand side 喎。right hand side 就咩啊？二 x square 加翻 a x 再加翻 b，OK？ 咁然后 compare 翻咯，嗱 x square 对二 x square 啦 ，OK？ 咁而家 a x 系咩啊 ？a x 对四喎，系咪？咁所以咩啊 ？a 就等于四啦 ，OK？b 系咩啊？得呢个啫嘛，负六系咪？咁 b 就咩啊？顺理成章负六，有冇问题？我谂啱啱嘅内容应该帮到大家唔少噶啦。如果大家有唔清楚嘅地方，欢迎你哋留 comment 嚟问我哋。如果想知道我哋最新嘅资讯嘅话，就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。拜拜。